可是保守点丢会被逃光啊，所以也不能太保守，努力丢就对了。看好再丢，反正我们都快绝了，可以看好再丢。OK， 今天这把有干爹赞助啊，一浮五十啊，没丢中，没中中就扣25的钱，就扣一半。好，像这边这个人一定要白给我50块了，拜托了，我算我求你了，碎啦，50块。哎哎哎，冷静，完了，冷静。好，还行，亏25，还在那边一直扭、喔。好，我的不死不知道为什么也炸掉了、喔，莫名其妙。抱抱，好，抱抱在那边。减25，反正现在就是21啦。我基本上我应该不会砍的了，我都信仰的，所以不太会扣到50块。基本上就是21了，21这样记。嘿嘿，爽赚50块，太爽了。不行，我要认真丢。碎啦。碎啦。直接上现金啊，也可以，看你们。好，那现在就是去找下一个50块，现在见到就是50块，希望啦，希望可以给我白给50块。他跳下去了，应该是在远方这边跳的。哦，他也救人了是吧？没有，好。OK， 白给50块，碎啦！哎，卡住了，碎啦！来，没空地，看准再丢。哦，有等一下哦，很阴险哦，差点25块就被你缴出去了啊！可以，这一斧我们先换个等一下。这一斧先换等一下，所以啦，还敢跨窗啊？又一个50块了，会吃麦当劳还是吃卤肉饭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好，结果人类4排直接拔线吗？太残忍了吧！不给赚，太狠了。哦。铁柱你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打人多的，这边有2个人，对，我们还是要试抓啊，不能为了我们金钱，是什么遮蔽我的双眼？有白给的，太棒了！哇，完了！你不要扭，你，这样不行哦。你不要你，好，可以，套刀，好，快点拔线，不要这样，我还想赚钱，我还想挣点，哦，好烂哦，这个套刀，它没扭哎。这个丢的好烂哦，又泡了25块哦，现在真的是一瓶饮料再丢哎，这现在才知道钱难赚，没关系，我看到我的提款机了，提款机，提款机人呢？刚不往这走吗？我在这，提款机，还有大炮，好吧，先打大炮好。提款机，屁啦，没扭，完了，好丑，不行，冷静，啊，好丑，完了，他不是我的提款机吗？啊，完了，不行，我要冷静一点，说好的提款机呢？
我以为他们白给，结果没有，看来是我丢太烂。可以可以，可以可以，50块50块。还六同一区吗？哎、欸，真的没丢到他。哇！好好好好，但好像炮刀四刀丢中两刀，打他哥没赚钱呢、欸。没赚钱啊！好了好了，300块300块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的包包掰了，哇，有点难砸了。我的肚子。对啊，有钱的准心啊。提款机，是啦，感觉这个明明才是提款机啊。哎、欸，你不要扭哦，我以为他会直跑哎、欸。不行不行，我不能太小看他们，我要认真点，认真点认真点。确实没赚到，真的好可惜哦。啊，冷静点冷静点，不要见钱眼开，手不要抖，手很抖很抖。先找人先找人，冷静点冷静点。好，看到一个人，先确认他的行踪，再跑，再丢。OK， 一伏一伏。哎、欸，我也还要举板，再修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躲起来。哦，还有大跑啦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一伏一伏。看到一个，看到一个提款机了。可以，冷静点，不要扭，不要扭啦，好啦。可以可以，感觉这波我们应该赚了75块吧，还不错吧？哎、欸，是75吗？还是50块？啊，反正赚了，反正血赚血赚。这边我刚好看到个美美在补血啊，在这，血迹在这，水啦，水啦，水啦，哦，感觉有500咯，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外快人物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我感觉我可以远距离一斧，要堵吗？堵了，堵了，堵了，堵了。炮刀，没瞄好。不要扭，不要扭。好好好。不要扭，不要扭。啊，打到石头，尴尬。可以，可以，这个跨窗我喜欢啊，这个跨窗就是50块，太舒服了。多跑一个减100，好，我觉得可以。如果真的不小心跑了一个，就减100，就最高就减四逃，就直接不用钱了啦，就当我输了这样。虽然我已经没有四逃了，对吧、啊？因为不然这样真的有点太好赚了。我大可现在就都不要灰，让他们出去啊，这样你们就是亏嘛。所以我一定尽量抓完。那、啊、如果跑一个，我就扣100，这样我可以接受。对，因为毕竟是挑战嘛，有点难度我 OK 的。好。骗一下，布局，不是布局，不丢，看准再丢，不然25块又飞出去了。看准再丢，反正我是快局。他不穿，他不翻，我就不丢。哎、欸，你翻了，我丢了，啊、嗯，就是这样，我们就这样维持这样的动作啊。明明，明明，你要不要翻？你要不要翻？好，还行还行。哎、欸，哈老师，我们都没发现的说，哦，真的吗？可以可以，人很好人很好，可
以了，七百块了，七百块了，看能不能凑个一千，这样我们就有一个红 SC 了哦，很激动，很激动。不过还好啦，这位干爹不是找什么 TK 之类的来丢，找的是我，我的兔子没有很强，然后 TK 他应该破产了。OK OK OK， 遇到一个白给仔，五十块。快不要扭了，五十块，我只有一，哇，五十块不要扭了，碎啦，五十块，这个翻窗我喜欢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好基本丢基本款的那种跨窗丢我还丢得中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保底赚一些五十块。对啊，你想想，如果他请 TK 来丢，哇，那他应该亏个两三千了吧？可以，升一台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炮刀，哇！可以，可以。请你跟我这样做，哎，他跟着倒退，我也倒退，哎，我找到地道了，哦，太棒了，感觉四杀也忘了，四杀也忘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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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你去补个斧头，四杀也忘了，只要他不要跳地道，不要开门走，那我就不会亏一百块了。肥婆才是提款机，真的。好，两个门，二分之一，赌赢我就四杀了，这样就可以少扣一百块。哦哦哦，看来敏敏是站在我这边的哦，太棒了，直接这样跑出来，太狠了吧！哇，炮刀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五十块。五十块，太棒了！游戏结束。哇！好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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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我们赚多少？九百了，九百了，九百了，九百五了，九百五了，太棒了！削了九百五，十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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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九百五。还好啦，我们遇到一群鱼。他五十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九百五也很赚。还遇到一个会断的，好啦好啦，那我觉得这个有点太坏了，可以打八折，或是看你想要怎么抖，你想要凑一千我也爽，补个五十给你，凑满一千辛苦了，哇，感谢旭方，啊，旭方人很好啊。哦哦哦，听到了听到了，啊，又赢了一把，又赢了一把，又赢了一把。飞刀跟斧头是随机的吗？没有，现在都是先飞刀。对啊，他在我附近，他很懂玩，他懂得躲避那个 BBQ， 他是那种不躲那个的，不躲柜子型的，他是用距离来判断的，这种对 BBQ 来说是最伤的，因为这种代表他很会玩，他很会抓距离。欸，这有两块板，太扯了吧！别照，你完啦！被我骗到了吧？